弥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莫非圣银，你回来了？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Thank you.
我今年270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，光之光芒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